大家好，我是所长林超。九月初我在深圳和一群硬科技创业者和投资人聚会的时候，大家聊到了华为中兴搞定7纳米 N 加二工艺的事情，也聊到了当时腾讯很快就要发布的浑元大模型。那这场有一位刚好很了解这两个产品内部的投资人就说了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观点，他说他想到了中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论持久战。所谓持久战，既不是追求快速获胜的闪电战，也不是反复攻击对手的破坏战，既不是崇尚宣传曝光的舆论战，也不是紧紧咬住敌人的贴身战。持久战就是依靠极大的耐心，长期的隐忍，持续的迭代，忽略那些时髦的概念，回归事物的本质，一点一滴熬成赢家的一种竞争方式。他觉得持久战的打法是中国今天最适合科技公司突破底层技术封锁的打法。那这方面呢，华为的能力毫无疑问已经被证明了，但是中国光有华为是不够的，中国还得有更多能打持久战的科技公司。所以我这个投资人朋友又拿大模型来举例，说这个腾讯搞浑元大模型的整个过程也很符合打持久战的思路，就是全程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很有耐心，也不急于拿出半成品。整个过程采取的是一种只专注自己的优势，只抓住适合自己的机会，这个第一性原理来指导大模型做研发。他觉得这种打法是中国公司研发 AI 大模型都可能最后走出来的一种打法。因为大模型这个赛道啊，中国现在既然已经失了先机，那么最后的赢家很有可能就不是一开始拼命发声做宣传那几个。因为你如果想最快速度赶上来，就不得不更多的参考先进领先者的经验。但一旦老是盯着领先者跑，其实就不可能真正的有时间停下来安安静静的思考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也不太可能基于中国自己的场景去做一些真正的底层技术和工艺的创新。所以跟随创新这条路可能会越走越窄，而最终有潜力的公司可能反而是那些沉得住气很擅长打持久战的选手。说实在的，当时听完他的一个观点我非常意外，因为今天的国内科技公司做大模型连新闻都算不上，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130个中国的大模型项目在研发，那说是百模大战一点都不为过。但这个很懂行的大哥在这么多大模型项目里面却唯独特别看好腾讯浑元，让人觉得挺奇怪的。所以两个星期之后，当时我听说腾讯今年的全球数字生态大会会发布浑元大模型，我第一时间就报名了。结果会议当天我就是去的晚了一点，发布会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了，当时很多人都只能站着听，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位置。所以尽管姗姗来迟，但是业内对腾讯浑元大模型的关注度还是超出我的想象的。好，那么说正题啊，对比其他大模型，浑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那天嘛，我听完40多分钟的讲座，又找了几个腾讯浑元的小伙伴深入交流，基本也算搞明白了前面那个做投资的朋友为什么说浑元在打持久战，他到底什么意思。简单来说，浑元似乎采取了各种其他的大模型不太一样的发展思路，这种思路我们姑且称之为内胜模式，跟它对应的就是外王模式。两者的差别一句话总结，内胜是跟自己竞争，外王是跟对手竞争。如果纵观今天全球大模型的发展市场，就会发现大多数大模型玩家其实采取的都是外王模式。这种模式会直接对标全球爆款的对话场景，比如 ChatGPT 的 Chat 场景，会选择头部公司已经验证的明星技术路线，比如 OpenAI 带火的 GPT Decode Only 路线，也会在对外曝光的时候突出产品里面更加炫酷的一面，比如写诗啊、作画、回答刁钻问题啊这些能力。那这三大要素一旦形成闭环，这类大模型的产品一般可以在宣传上比较快打开局面，很能够形成舆论上的良性循环。那与这种外王模式相对的内胜模式，则是一种不对标不比赛，比较专注自己自身优势的打法。比如我发现腾讯开始搞大模型的时候，大模型当时一点都不火。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这轮大模型的技术拐点其实出现在2017年，因为 Transformer 这种突破性的架构在当年被提出来了。在 Transformer 的启发下，后来万众瞩目的 GPT 在2018年出现，而 Transformer 的出现当时同样让腾讯的 AI 团队很兴奋，因为作为 IM 起家的公司，他们的语言场景太丰富了，这个 Transformer 最擅长的就是处理语言，所以2018年也是他们开始研究大模型底层算法的元年。2022年的4月，在全球顶级的 MSRVTT、MSVD、LSNDC、Dedemo 和 ActivityNet 五大跨模态视频检索数据集榜单里，浑元 AI 大模型的排名都拿到了第一。不过这件事情在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什么宣传，可能浑元内部的共识是搞行业排名和参数比拼的确不如搞实际产品应用有价值。反正这个观点是我跟浑元的小伙伴沟通的过程中他们反复强调的，比如他们不太像其他大模型厂商那么重视 Check 场景，而是更加重视在已有的场景里面怎么用好大模型。那什么是已有场景呢？对他们来说就是类似腾讯会议啊、腾讯文档啊、还有腾讯广告这些业务场景。他们发现大模型的这些场景里面能发挥巨大作用，这方
方面，我在现场试用了浑源在腾讯会议里的一些能力啊，比如会议要点总结、会后 to do 自动生成，还试验了在腾讯文档里面通过对话直接生成图表、通过指令自动认识文案这些能力。我就发现这些嘛，的确是现在大模型能做得很好的事情，也是工作里真实的刚需场景。那对于这些高频刚需的功能来说，大模型是不是炫酷真的不重要，关键还是要看你能不能做到又稳定啊、又快、又靠谱、又便宜。那这些反而是问题的关键啊。所以在浑源的发布会上，他们有一页 PPT 上画的是不错的，他们把场景分成了四大类，分别是高容错且复杂场景，比如客服和工作会议；低容错且复杂场景，比如医疗；高容错但简单场景，比如闲聊；低容错但简单场景，比如用户调研。那这四类场景里面，对比写事和闲聊这类休闲场景，其他三类场景的大模型应用都需要做到更成熟啊、更可靠、成本更低啊。那这就是所谓的老生常谈的用户驾驶了嘛。在发布会上，这方面的主题被提的很多，比如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去说自己怎么利用 TrueForce， 也就是探针的技术方法，去消除模型的幻觉。再比如他们的小伙伴也花了很多时间跟我解释啊，说他们怎么利用自研的机器学习框架啊、星脉高速网络、高性能计算集群啊、向量数据库啊这些底层能力，去降低大模型的开发门槛，提高模型的性能。这些优化都是为了提升最终的用户价值。而如果沿着用户价值这个第一性原理去反推，就会发现也许头部明星企业使用的技术路线并不见得是唯一能够走的技术路线。比如业界做语言模型一直有 encoder only、 decoder only 还有 encoder decoder 三条技术路线，自从 OpenAI 带火了 decoder only 这条技术路线之后啊，这条路就变成了业内最靓的仔。很多后来的大模型厂商其实也都在拥抱 decoder only 这条路线，但其实另外一条 encoder decoder 的路线并没有被宣判死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技术路线能够跑出来。这些不同于 OpenAI 的路线，如果哪一条能在中国走通，一个区别于外网模式的正循环也就能形成了。而且这种研发大模型的闭环的确更像是打持久仗的思路，那如果这种闭环能够持续运转下去，也许还真有可能慢慢探索出中国自己的大模型发展独特路径。因为中国自己是有很多独特的用户场景的，比如说小程序场景啊、直播场景啊、工业场景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不同场景的容错率和复杂度都很不一样，所以可能需要大模型去量体裁衣的。比如我在这次展会现场还看到腾讯云的 MaaS 平台，他们在用专属的大模型去提升自动驾驶感知类建模的任务训练性能，还有用那种无需配置对话流程的客服专属大模型去解决传统的智能客服知识维护工作量巨大的问题。再比如还有用垂直大模型去辅助医生诊断、辅助小程序编程等等等等。反正现场我大概看到了十几个行业的覆盖场景吧。如果中国公司能够基于这些场景的用户价值去反推最佳技术路线，也许真的会探索出更多可能性的。比如浑源小组的同学就告诉我说，他们觉得 encoder decoder 的技术路线未来可能在中国发展出跟美国完全不同的开发生态。反正他们现在的心态就是不赶时间、不跟随、不盲从。那这么搞着搞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搞出点大东西来呢？我觉得这个心态挺好的，打持久仗，不下牌桌，熬到最后。这也许就是中国今天打好科技突围战最需要的心态了。正如毛主席在1938年5月那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演讲《论持久战》里面说到那样，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是不对的，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但这些都是错误的。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觉得有启发，欢迎点赞、收藏、转发，我们下期再见吧。